我的天啊，这里怎么出现了这么多的僵尸？不行，我们需要去找植物伙伴们。首先是我们的老大哥火炬树桩，在这里。在这里，好酷呀！这是风吹铃兰。我的好朋友豌豆，哎呀，抱歉踩到你了，土豆。好了，集齐全部植物，我们去对战僵尸。先来个厉害的。The zombies are coming. 啊，竟然还有风吹铃兰。那要不还是换一个吧。火炬树桩。The zombies are coming. 豌豆射手，该你了。